好、哦，这个原来在陆版翻译叫哥斯拉啦，哥斯拉，哥斯拉。我来看一下哥斯拉的一个能力，它是一个道具史诗车，然后它道具之后开启之后可以获得一个闪电，然后导弹180可以换成这个燃烧弹，释放燃烧弹100%又可以获得这个黄金水上影跟一定的几率可以释放闪电。哦，这个闪电大家都知道是我们哥斯拉的一个破坏死光的一个招式啊。哦，你看后面这个有还原那个他发射那个光那个破坏死光的时候，后面就会有这个白色的哟，准备要发动了，蛮帅啦。可惜他没有一招技能，就是那个破坏时光的技能，有的话就完美了。这个道具，好，我们试看看。然后我看一下，他是不能喷漆咯，也不能贴花流光，所以这个他就是要原汁原味啊，满不管，帅就是得满。我要让这个道具车让大家见识到一下哦，原来我们的哥吉拉也可以来跑。草品我看一下有什么能力啊，碰撞加八，抄一下好了。好了。我们这个超强的，先这样就好，先这样就好，我怕太猛了。哼，音速小子是吧？啊，刹车甩，口红刹车甩，好笑。哈哈哈，不行，我忍不住想笑。这画面实在太好笑了！你看我在咬你了！哎呦 ，TC， 哎呦，我这个是人形车吗？怎么感觉有点暴力啊，哥哥们？是不是有点强啊？他这是人形车吗？好像有点凶残呢、欸。等一下，我有点怕怕那个机器人。太好笑了吧，这只！哦，刹车爽，哎、欸，卡兰，哦，嗨呀，酷，嗨呀，酷！啊，应该多补一点，算了。先稳稳跑，而且这个跑起来其实没有很难跑，只是要习惯一下它的这个高度。这在人行车里面算高的吧？这台车，这只恐龙，超高的哎、欸，它有挑高过哦。哎、欸，我没有按到啥，但系统没了。真是太可爱了，对，它是怪兽。哎、欸，来看一下恐龙的那两双腿在上面旋转的样子。哎、欸，手游是内凹吗？按到，没按好吗？飞呀、啊，看看啊，脚脚，哎呦，勾追勾追，差点就下去了。我一直在看他那个滑的样子，真的太可爱了。哎、欸，少一颗。气源少，多补点好了。
哎、欸，可恶，按太小力，后面有点耗掉。刚刚应该是氮气没有按好吧？刹车虽然没按好啊。他们这个领先太多版本了啦，你不能这样说。X9当时候，哎、欸、靠，我不能按到地罩。X9当时候也是神车到不行，好吗？刚出来之后还是很多人在用的、啊。他、啊、怎么都没有人？我们等他们一下好了。看你那样掉，来，我看你怎么过来。这里，哎、欸，呜、哦，爸爸，我等到队友，看到一个怪兽挡在前面，吓死你们了吧？想说怎么会有怪兽？恐龙闪电弯，进弯，哎、欸，有，刹车甩，哎、欸，刹车甩，你去哪里？可恶，亏我那个恐龙进弯这么帅，结果刹车甩出贼，大家原谅一下我。我现在对这个操作还不知道很厉害，就是这个指法。不行啊，怎么办？要帮队友啊！要开始搞事啦！这么大台的恐龙卡在中间，我就不信挡不到人。哎、欸，又是挡到队友！哎，对哦，对不起哦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啊！我要替我队友报仇。哎、欸，卡住！哦，队友来了，队友来了，我不用帮了。可不可以啊？基本上没有分数以上。Hello， 兄弟们，听得到吗？听不到。哦，我也听不到哎、欸。听不到，不要套路我们小姐姐啊！我是那个万兽之王，谢谢。那什么老撞我啊？啊！恐龙啊！对。伟哥跑太快了，伟哥。咱们你伟哥跑的更慢了。伟哥好快哦，太快了啦！那你哥跑得慢啊？老李等我，我是老徐。老李，等一下，老徐在旁边，我在内线。哇，老李这个路线厉害哦！请问第一位是哪里人啊？哇，北拜哦，北拜哦。等一下，老徐啊，老李。太快了，追不到。哦。我听不懂，你说你是哪里人？等等，我在跟老黎较劲。哎呦，我忘路线了，忘路线了。哦，老黎，你怎么了，老黎？你们都没有等我呢。那你帮那个兄弟，等一下我拉你啊，过来一块玩。我乃是福建人，你们有看过吗？我们在说。
无限好使。要好了好了，我倒是几啊？来，哥们，我来了，哥们。哎，好的，哥们。但是这个小姐姐你别撩啊！但是这个小姐姐你别撩，这小姐姐是我的。是。对对，你可以撩。你可以撩这两个小哥哥啊、嗯！我专撩伟哥，还有老李，我是老徐。哦，撩伟哥好，伟哥撩伟哥好。兄弟，你在开直播吗？我吗？有啊，有在开直播啊！你怎么知道？我靠，那注意着点，我们说话都注意着点，别搞，别瞎搞。不会啊，我的观众很 nice 的。那也不行呀、啊。可以啊。啊、哦，真的、啊！你新买的平板好用吗？为什么你知道我有平板呢？平板不卡、啊，不行啊，玩不了，不行啊！这个老李伟哥，你默默一直在想要撩我的平板啊！但我不行啊，靠你们啦、啊！靠你了，靠你了！我基本上我包八。哥斯拉把墙拆了就好。你叫我怎么玩？我、哦、前面这个兄弟会玩呢。我跑这个基本上看运气，运气好的话跑能完成，运气不好的话完不成。原来你是 Lucky 子的玩家啊。对呀、啊，握一下，握，让我握一下。Sorry 兄弟，气有点少。对啊，没关系，我们保持我们的阵型，二三四也可以赢的。加油，伟哥跟老李！哎、我靠，怎么？我估计追不到啊，伟哥老李。坐那。我怎么能坐墙上呢？没吃饭吗？没有，这个以后撞坏了，以后要去你那边吃家乡菜啊！把墙都给撞坏了！你再讲一遍。哇，前面这个家伙太会玩了吧！看不到人影了。没关系，我们团队优势。哎、欸，我过了，过了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好、哦。能想象好玩吗？哎呀，掉河里了。没事，兄弟。没事，兄弟，不用倒也没关系了。